长南，交通特别方便。最重要的是没有中介费。挺好的。我就住在隔壁，有什么事随时跟我说。你觉得呢？好倒是好，就是租金有点贵。小朋友，这已经是华城市中心最便宜的房子了。明年这里发展旅游业，到时候这里租金会翻一倍。嗯，要不就这儿吧。再便宜一点，也许也可以，这个价也可以。就这儿吧。押一付三，随时可以签合同。行。嗯。姑娘开茶馆多长时间了？五年了。时间不短。那之前呢？之前是做什么的？之前是卖毒品的。自己干？跟我朋友。哪个朋友？他叫洛翔。你叫苏青竹，对吗？是。我在帕拉那儿见过你。你认识帕拉？认识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也算出生入死过几回。从金佛路的麻将馆到考山路的酒吧，后来又合伙拿下了吞武里的洗车行、大排档，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，几乎垄断了整个华城的生意。后来我们就分开了。什么原因导致？我讨厌毒品。他跟毒品打交道，后来是个什么结果？你应该知道了吧？辛辛苦苦经营的行当，说不干就不干了。会不会有点遗憾？其实姑娘没什么好遗憾的，只要你行得正，有好产品，生意一样会兴隆。我不光卖茶叶，还做生态旅游。今天你坐的大巴车就是我结合茶园新开发的专辑。我在猜测，你的产业有没有可能
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方式。你经营的茶园，你的旅游业，有没有可能是用来运毒的？这倒是个好办法啊。对了，说到大巴车了，你今天坐的大巴那个导游是哪条专线？哎，警官，都检查完了。谢谢你提供的线索，要不然你们再进去好好检查检查，可千万别再出什么纰漏了。已经检查过很多次了，现在没什么问题。松菜先生，谢谢您的配合。谢谢你们。你不是跟我说，来的人你都调查过没问题吗？再说，下回一定注意。了解这的人都知道，这原来种的全是罂粟。我来之后，全给铲了。有时候想想，我连帕拉都全部回头，更别说陌生人。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，保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净土。姑娘，你能不做毒品了，开茶馆，说明我们是一类人。不早了，我让我兄弟送你回去吧。你记住啊，以后有关于茶叶的任何问题，来找你蔡叔，啊。好，谢谢你。不行，我不能跟你们走，我女朋友还在他们手里，她被抓的时候，租客的女儿也被抓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全力把人质救出来，只要你的线索属实，他们被救出来的机会很大的，相信我。临时检查，请把后车厢打开，请出示证件。原来是廖警官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辛苦了。蔡先生有话对你说。放行。我让你带的律师呢？哦，这是我的律师证。你们是谁呀？我没请律师。把这个吞了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找个地方上洗手间，固定在老一点的地方，不用太担心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这是蔡叔的意思。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那既然已经到这儿了，就证明事情已经定了。帮我加点水吧。
你能不能跟蔡叔说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想打个电话。可以。再好好想想，还有谁能救你？能救我的人已经死了。你说之前吧，我以为这雕塑碎了，能给大伙挡个灾，可结果呢，还是被这个阿部局长给叫去谈话。一个月之内四起爆炸案，农贸市场有七条人命，你说我怎么跟阿部局长交代？是，我知道你们工作压力大，可是我也很难办呀。这媒体天天给我打电话，我是能拖则拖，能躲就躲，生怕影响到大家的工作状态。可结果呢？哎呀，现在进展如何了？这个案子？这件案子呢，应该是跟南亚帮有关的。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几个目标，包括专门帮蔡志明运毒的大辉。之前不是派了很多人手盯着他们的运输线吗？怎么还是被他摆了一道？这个人实在太狡猾了。你们俩还有信心吗？我们已经搜集到了一些证据，很快就可以收网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在一切调查行动之前，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前提，不能和他们硬碰硬，也不能把他们逼得太紧。这些亡命徒什么都干得住。逼紧了，他们折腾的会越来越欢。你看现在那么多游客，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？政府要招商引资，出大事只能对咱们不利。这样啊，我给你们三天时间，三天之内你给我抓些阿猫阿狗就行，我来应付一下媒体。至于你们要捕什么大鱼，等时机成熟之后再说吧，好不好？刚才那个情况，为什么不把毒品交上去？昨天那个小伙子安置好了吗？情绪不太稳定，暂时安置在医院了。OK。大明白，拿壶水下来。你别喊他了，今天不营业，我让他休息了。行，那我们出去走走吧。把尸体运走，帮我抬上车。
许你动他。你想干嘛？货已经被警察给缴，留在你那也没用。阿泰被警察抓走了。也许。哥，那你是不是得把我们放了呀？我们现在就是不良资产，你还得管吃管喝的，我在这儿待的都怪不好意思的。其实处理不良资产有很多个方式。比如呢？我就是心里有些忐忑，总感觉身边的人会出事情，所以就回来看看你。本来那天我是要走的，可是后来林展雄的儿子突然找上我，他以为是我杀了林展雄。后来大辉的手下又突然出现了，没想到就追到这里来。你觉得廖警官这个人怎么样？心挺细的。你跟他那么长时间了，就没发现他哪不对劲吗？哪不对劲？据我所知，他跟你的信任协议是他的个人协议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救你女儿那200万和你的保释金是怎么来的？你是在怀疑廖警官？我查的有警员收过毒贩的钱。你怎么查到的？能救我的人已经死了。以前我们每个月做事，只要给他钱，他就能保我们。可是自从前段时间酒吧爆炸案以后，他就消失了。我查的那起爆炸案，有两名警员牺牲。其中一个叫谢远，他是廖警官的人。差点把你给忘了。我要替手下人向我的老朋友表示感谢，谢谢你帮我们找回丢失的东西。从毒贩手里缴获毒品，我有什么理由要还给你？如果你不打算物归原主，为什么又不愿上交给局里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当初我们能拿到这批毒品，也有你的功劳。就是这儿。
果然是一个好的观察地点。我找了很久了，这个地方的视野特别好，连冷藏车都进得来。不过现在有个问题，我们没法确定昆托的船一定会出现在这个码头。你看那边，你觉得昆托最怕什么？走漏消息。所以他一定是找最空旷的码头。你看这里，是一个化学物品的货仓，你去查一下，他那天确保不会有人来运货。我去安排。廖老师，你想好了？盒子一旦打开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没有想过要回头。谢远黑卡的第一笔支出，就是租下这个仓库。当年，洛翔就死在那儿。这里确实是一个监视的好地方，但前提是他们要知道，昆托的船得停在什么。当天的码头应该全停满，这是廖永嘉的计划。因为谢远账户的第二笔支出，就是租下了四艘货船，停在附近其他码头。但你觉得，他们租下仓库，就是为了监视吗？一种可能，是要布局抓昆托；而另一种可能，就是为运输毒品做准备。你组的局别迟到啊。廖警官，想你吃个饭吗？廖警官，咱们私下小聚，我就随便点了。你有话就说，别来这套。廖警官，我先干为敬，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关照。关照你？我没有这种闲情逸致。咱们廖警官真谦虚，这些年要不是你一直盯着我，我早就误入歧途了。歧途？你是不是对这两个字有什么误解？有吗？廖警官，您说的都是对的，不过被廖警官照顾的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比如说那个大辉，仗着有您给他撑腰，根本就是无法无天，把华生当成了法外之地，这根本就是社会毒瘤。廖警官，你丢脸！什么意思啊？你继续说。还有那个叫李石的，他是您的部下是吧？我听说他死了。往往知道太多秘密的人，最后都会死。通常知道太多秘密的人，往往都活不久。
给他倒酒。廖警官，之前可不是我瞎编的。之前几天被大辉灭口的那个林振雄，亲口跟我说的。5年前，护送他出城的其中一个警察，就是李氏。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希望廖警官你以后可以多多关照我。我这人心快，不怕伤不怕累。以后只要是有廖警官不方便出面的，交给小龙。只要是南亚帮能干的，我小龙一样可以。李警官，警察违纪应该去哪个部门举报？调查委员会。对。如果你有真凭实据的话，欢迎你去警局举报我们。二位警官慢走。梁龙，本该两个字用得很巧妙啊。但是呢，梁龙的这个行为属于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如果说没有这顿饭的话，那这批货是不是应该已经在他手里了？原本我是有这个主意的，但是经过那个鸿门宴之后，我改变主意。有些人呢，以为熟悉游戏规则就能掌控一切，但是他往往没有搞清楚这个规则到底是谁定的。饭局之后，廖永嘉是不会把毒品交到梁龙的手上的，但是阿豪打听过，那批毒品他并没有上交。我们原先都忽略了一点，你想想啊，5年前为什么廖永嘉就恰好出现在那个码头呢？昆托为什么就突然改变了交易地点？还有那4个警察为什么恰好就是廖永嘉的手下？只是那个租下的仓库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想要知道真相的话就要靠得越近。廖永嘉就让梁龙帮我们咬着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把大辉给抓住。哟，抓你的吧。啊，梁雷，迪妈，进车啊！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朋友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。这个 GPS 怎么办？神仔的女朋友，佢话事啦。你买这个干什么呀？我想知道廖警官所有的行踪。廖警官是一个老警察，一根头发都能查出线索。你要跟踪他太危险了吧？梁龙最近在查，你帮我盯上梁龙就行。作为梁龙的好兄弟，这件事情应该没什么难度吧？你怎么知道梁龙在调查廖警官？你不会也在跟踪我吧？老板啊，这个算他账上？没问题啊。
讲讲这个李池吧。那个李池啊，你再看看是谁送他进戒毒中心？廖永嘉。而且我还查到，他死前最后一个见的人，也是廖永嘉。你怀疑这个李池在帮南亚帮偷毒品，是廖永嘉安排的？我有屁用啊！找到了线索，全死无对证。你还记得林展雄的那批货吗？当然知道啊，那个王八蛋他死了还不告诉我那批货在哪。那批货应该被警方缴获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查到大辉的一个手下，从他嘴里知道那批货在廖永嘉手上，而廖永嘉根本就没有上交。难不成他私藏赃物，有别的目的？如果廖永嘉真的在帮南亚帮做事情，他一定会把那批货还给大辉的。你可以走了，警官。那我女朋友找到了吗？还有那个小女孩。别着急，我们正在处理。也就是说还没有找到吗？你不相信我们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想办法找帮手啊。我哪里能找到帮手啊？找帮手。帮手。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来，你得帮帮我，我现在只能靠你了。别无所来啊，说有急事，非要找到你啊。哎，你不是被廖警官带走了吗？你听我说，我女朋友现在在大辉手上，大辉之前说用毒品换人。可是现在毒品也没有了，我女朋友现在很危险，警察根本靠不上。廖警官不帮忙，他就会说帮忙帮忙。他能用毒品去换人吗？而且，一个小女孩也被抓了，那个小女孩是无辜的吧？什么小女孩？我女朋友是房东，她租客的女儿生病了住院，我女朋友帮忙照顾，就他俩。等一下，你女朋友不会是叫张新瑶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小王和那个女人呢？你是谁啊？我问你，那小王和女人有没有死？目前为止还活着。你想要那批货是吧？我听说货已经在警察手里。
足足有600公斤。这个你不用管，带着拿货吧。那就化作愉快。你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吗？你要阻止我？你现在做什么，我都能理解。谢谢你。廖警官，我女儿被大辉抓了，阿泰的那些毒品是不是还没有上缴啊？你先不用着急，你要相信警察，他们会救她出来的。我现在谁也不相信，现在只有那些毒品才能救我女儿。廖警官，我求求你了，把那些毒品给我好不好？600公斤的海洛因，你要我交给大辉，那你不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？廖警官，你救的是我女儿，我求求你了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吧？你带着货走，我会跟着你的。你要的东西我都带来了，按照约定，放人。你走吧。怎么不走啊？您认为所有的交易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？
说道：“何哥，不用验货吗？蔡先生已经帮我们验过。”找寻自由的彼岸。